SA8 易洁剂去除粘胶测试。以下示范将证明 Amway Home 易洁剂能迅速渗透并清除顽强粘性污渍。这项示范需要一罐 Amway Home 易洁剂、厨房纸巾一张、剪刀、透明胶带。步骤一，用剪刀剪两条约30公分长的胶带，将两条胶带粘在纸巾上。步骤二，将一条胶带撕下来，可看出纸巾被胶带撕扯的痕迹。步骤三，另一条未撕下的胶带先在纸巾的背面对其喷洒易洁剂，注意要让喷液覆盖整个胶带粘着的面积。步骤四，几秒钟后将处理过的胶带撕下来， Amway Home 易洁剂可快速溶解顽强的粘胶，让胶带可以轻松从纸巾上撕下而不破坏纸巾。这项示范证明 Amway Home 易洁剂能迅速渗透污渍发挥作用，即使困难处理的粘性污渍也不例外。